疯狂时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子韬，我现在在伦敦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今天早上几点起床？今天早上7点。Okay, 怕胖还是怕老？哈？怕胖还是怕老？我都怕。都怕。Okay, 对。最近追什么电视剧？哦，我最近没有时间看电视剧。你最希望自己想演哪部电影？好，接下来我会和成龙大哥有一部合作的电影，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对。那么你最希望自己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？就我其实什么角色都可以，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比较喜欢打的。对，现在你心中的女神是谁？暂时还没有。你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本领吗？应该，我觉得我应该都知道了。OK， 圈内最好的朋友是谁？小明哥哥，然后朱亚文哥哥，然后还有对。最受不了女生穿什么？很露的。没有。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哈？相信一见钟情吗？相信。你健身吗？健。一天几个小时？最近没有时间健。最后两个问题，不拍戏的时候最想干什么？做音乐。做音乐。最怕记者问什么问题？敏感的问题。敏感的问题。好，今天工作完想干嘛？睡觉，然后明天坐飞机回长沙继续录制节目。对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